他发的作品粉丝还没我多，也没有什么作品能发。然后呢，他有一天，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一段时间，因为看到相声的时候 ，Terry 就老给我发 Snap， 然后我也会有时候发一下。然后后来在上海，你知道 Snap 可以刷数量吗？我就同样的一张照片，可以发给很多人，这样点击就高。就跟我又有选很多人发，我把这种认识的人给发中国人，然后没有看到中国人。想什么，然后就发给，然后他眼睛就开始说，生气了，我不给他发，给我发，然后我到最想的就是他把我拉黑了，就他不来，就是他把我删了，我找不到他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把我删了，因为我不用这个的。